是泽奈的 Kiki 徐佳琪。这两天全国都在降温，所以超级冷的。但是呢，我已经有自己的抗寒法宝啦。这个呢，就是波司登和中国南极科考队联合推出的专业保暖羽绒服里面的极寒系列。哇，听说它的含绒量达到了90%，填充的呢可是600+的高蓬松度大朵鹅绒。而且它这个袖口是针织袖口设计，你在-30°C也不会怕冷。而且它的面料可是特制的哟，可以防风防小雨，在这个特殊的冬天呢给你多一层防护。波司登不愧是坚持做羽绒服的品牌，非常的专业。我最近外出都会穿这一件，因为它的那个版型啊、长度啊还有花色都非常非常的百搭。淡淡的迷彩花纹呢，就是让你时尚又不显得非常的夸张，因为它是那种可以可盐可甜的那种感觉，出去也不会撞衫。我继续呢再给你们推荐一件我自己觉得很适合日常和旅游的羽绒服，锵锵，就是这一件。这一件呢是波司登和中国南极科考队联合推出的专业保暖高端户外系列。它这个含绒量让我来摸一摸，哇塞，果然是达到了90%。它的蓬松度呢也是远高于一般的羽绒服，因为它里面用的可是5A级欧洲进口鹅绒哦。加上呢，它这里面还有一个超级黑科技的，它的这个内里会自动的蓄热，那就等于说是在冬天就像穿了一个小太阳一样，轻松抵御冬天户外的所有寒冷。现在就让我们出去感受一下吧。哇，真的还挺温暖的，在冬天的话非常适合。而且这件羽绒服的面料呢，它是属于世纪织布 Gore-Tex， 非常专业，是很专业的那种户外的面料，非常的厚实，而且具有肌理感，防风又防水又透气。而且它这个收腰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显身材。这件羽绒服呢，它是灰蓝色，非常的温柔，长度呢是到小腿中间，比如说我去剧组啊、演出啊、旅游啊都是非常的实用的。像我今天搭的这个牛仔裤还有这个毛衣穿上去的话呢，就是非常的休闲。但是如果你平时穿小裙子的话，这件衣服 H 型的设计嘛，就会让你非常的优雅。让我们戴上帽子看看，哇，这样子就是一秒变巴掌脸，有没有？只露出眼睛。好，本季最温暖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啦。今年的冬天真的是非常的冷，所以你们一定一定要注意保暖，不要感冒了，千万不要感冒。爱你们哦。抖音